洪董现在在开马兰会议哈，那当然你就要知道他们到底要工作或是复工嘛哈。那我相信洪董应该是要走上一个黄金，一直背阁下去，有时候进来，他们也要思考这样是不是最好的策略。尤其吴敦义现在当党主席，他们要把这个党带到什么方向啊？所以我们还是在呼吁，希望他们呢能够实施审查，理性监督啊。啊，待会就知道。啊，吴敦义有说会一定会严格的来做监督。那我们呼吁，吴敦义既然当党主席，他把这个党要带什么方向啊？那对于这个是不是只有？难道只有是毫无止境的秀下现在杯葛吗？他们应该考虑到整个这个党的那什么方向，所以还是呼吁他们呢，啊，严格审查，理性监督嘛，啊，好吧。总召谢谢。谢谢。